1983年，全国首届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现场，特一级面点师胡世年先生制作了一道在龙须面的基础上创新而成的一窝酥。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饼饼，凭什么能获奖呢？直到我研究了9天之后，才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为了寻得靠谱配方，我特意买了一本36年前的老旧书刊，不但记录了一窝酥的详细做法，甚至和面的用料配比都精确到了毫克，够眼睛，我喜欢。只是这个秤真的在称吗？没想到我居然连个能称毫克的秤都没有。没事，不吃，不吃。先买个精密的仪器，再参照靠谱的配比，之后的制作一定会顺顺利利。滴答滴答滴答滴。洗面2小时后，把剩下的材料通通加进面团中，将它们充分揉匀，盖上保鲜膜，松弛20分钟。好松弛呀。想做好一窝酥，就必须拉好龙须面。好在3年前，我只在山西太原现场见识过师傅拉龙须面，也是那时得知拉面最重要的步骤并不是拉，而是溜。因为学会了溜面，就学会了龙须拉面的60%。所谓溜面，就是将面拉成长条之后，像麻花一样扭紧在一起，不留一丝缝隙，排除内部空气，面条自然更有韧性。如此数轮的反复操作，内部面筋的蛋白质分子便会有序地排成一条长链，说人话就是越溜越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手中的面却越溜越硬。溜不动了。又经过了一晚的云学习，我发现我揉面的手法有不小的问题，面不能放在盆子里揉，而是要在桌上揉成长条之后对折，继续揉成长条，对折再继续。其实和溜面的原理一样，都是让蛋白质分子横向排列。揉好了面再溜面，绝对事半功倍。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这回应该不是面的问题，而是手的问题。因为我双手发力不均，所以面条的粗细不匀，越细的地方自然就越容易断，得先把它们都给捏匀了才能继续溜面。除了手法和技巧，到底溜多久，溜多少次才能开始拉面，没有标准答案，全凭个人经验。好像可以，已经很软。那就赶快抹上油，搓成条，屏住呼吸，凝住气，扣在手心，拉拉拉拉拉拉拉出去。面条一拉就断，证明它还没有溜到位。即便勉强粘上，继续拉，也难免断断断断断。重来。我比较瘦小，面溜久了就会累，所以刚刚的面也只溜了10来分钟。但我决定硬着肚皮试一试，溜一个20分钟的，溜一个30分钟的。我倒要看看会有什么区别。果然不出我所料，面溜的次数越多，延展性就越好，也能拉得更细。但也不是溜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面团会越溜越干，太干了就只能加水，但是加完水就又得从头再来了。又经过了好几天的练习和请教了专业人士之后，我了解到溜面确实没有时长和次数的标准，但有状态的标准，只要溜到拉伸4次都不会轻易回缩，就是最佳状态。1次，2次，3次，4。好不容易溜面成功，但我脸上却完全没有放松和喜悦。那是因为现在还不能松懈，在面团最有延展力的黄金时间里迅速撑至9到10扣，也就是拉面。那么接下来就请屏幕前的你和我一起来数一数吧。1扣，2扣，3扣，4扣，5扣，6。绵羊温馨提示，拉面的时候一定要把右手套进中心点之后再把左手提起来，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再也无从下手了。好在现在已经摸索出了正确的方法，成功也不过只是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时间问题，再去练10年吧。但也正是经历了这些问题，我六条的技法牢记于心，我手中的面团丝滑无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屏住呼吸。越拉越细，一缕一缕越拉越密，白如雪絮，细如龙须。将拉好的面条刷上香油，切成小段，搓成小卷，拉成长条，最后绕成小饼，送进烤箱。一边观察烘烤的状态，一边调整温度和时间，应该马上就能呈现40年前的获奖面点。
圈一圈，宛若琴弦，一卷一卷，沉沉甸甸，一遍一遍，尝试了九天九夜，一点一点，穿过了细小的针眼，趁热赶紧来舔一舔。一小口咬下，如玻璃般清脆的声响在耳旁接连爆炸，如炊烟般飘渺的油香在嘴角迅速发芽。虽然细如丝发，但不至于立刻融化；虽然脆得掉渣，但也不乏微微粘牙。它不像手抓饼那般柔软纤细，也不像鲜花饼那般蓬松轻盈，手感似卵石般坚硬，质地如麻绳般紧密，仿佛被压缩成一团的猫咪胡须，时而硬挺，时而弯曲，弥漫出张扬与均匀的甜蜜，散发着独特且难忘的魅力。不愧是在品鉴会得奖的手艺，欢迎大家点赞投币。这次做一窝酥，其实还有很多失败没剪进正片。即便有圆满配方，面水比例也需要凭经验自己调，烘烤的时间和温度也需要反复尝试。因为我按圆满的参数烤出来是这样子的，更别提六条，六到我怀疑人生。然而百科上却说一窝酥的做法比较简单，其实也没错，前提是你可以非常熟练地拉出龙须面。老师傅们说，形成拉面的肌肉记忆至少得练上一个多月，难怪我一连拉了九天也还是这副鬼仙样子。至于一窝酥为什么能获奖，我猜是因为来自面食之乡山西的胡世年先生选择了简单的中式点心来呈现精湛的拉面技艺，外人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创意，也可能是一次开创性的革新。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行，也欢迎给我点一个小心心鼓励鼓励。